明星小时候能有多可爱？欧阳娜娜虽然年纪小，但美女怎么能传绯闻呢？你要不要上榜？她喜欢书呆子，真的骗人。她喜欢那种比较小的，然后功课很好的，真的，而且长得好看。朋友而已啦，对啦，好，对对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而已呀、啊。有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，对，不要生气，对，他只是一个朋友而已，我们了解的。那别的女明星自觉哟，主持人让杨幂讲故事，她是这样讲的：喵的一声叫扑过去，一把抓住了小耗子，明明看见小耗子的胡须上沾着膏胶，才知道膏是小耗子咬的。一片片的白，一片两片三片，一片片的白花花从天上落下来。这小奶印融化多少人的心啊！也许是长大了的张子枫妹妹变安静了，小时候的张子枫很是活泼搞笑。枫来跟大家自我介绍好不好？人在江湖飘啊，子枫不挨刀啊，为什么不挨刀啊？因为有这招。第一我可爱，第二我活泼，就是老艺术家了。马嘉祺大概也没想到小时候一首歌现在火遍全网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研究。小马感觉到社死了吗？